就是在我门店门口的，并且我们有六个人在门店，当时没有发现啊，一下子的事情没有报，有就是几百块钱的，我就没有报，400多块钱，斤就斤肉买了3斤多的那个肠子，我这几天都是晾在那里，这个行为肯定不得这么大胆的，并且还是在门店吧，背的地方啊，看不见的地方还可以，白天多，中午1点多钟的时候，胆子太大了。